众朋友，我叫何百芮，这是我刚失恋又失业，这一切都是因为我的空虚是一头野兽。啊！我被分手了。你们干嘛都不说话？我又还没死。呸呸呸呸呸呸呸！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够帮他走出来 ？Open your heart， 赶快找下一个男人。哦，台股美股美股台股美股台股台股美股美股台股。但是你是我这个月约会来最聊得来的对象。约会？这不是面试吗？啊 ，#挫败。就专心去当网红就好啦。是说麻辣锅跟垃圾话只留给真的好朋友们。你们准备好了吗？何百芮的地狱独白，订阅起来。